爱大社会系研究生。
设计，甚至使用了台湾二三十年来都没有被动用过的机械的权利，明显无法扩大。我们认为说学生不应该受到如此不当的对待，请对当局使用暴力驱逐静坐的学生严重践踏了基本人权，以十分不合理的方式伤害了我们的同学。台大学生会严正谴责警政暴力，我们同时也呼吁全国学生的自治团体能够抗议这样子执法过当的行为。在一方面来到立法院表达声援以及支持之外，也能够在校园内由下而上的以学生和老师自主协商的方式来进行自主罢课。通过罢课让学生和老师能够聚集到立法院来，让这个议题能够被更多的人关注，利用罢课迫使警政当局能够正视群众提出的诉求，同时也呼吁警政当局不要再用任何激烈的警力方式来驱逐群众、伤害师生。以上是台大学生会的声明。
那我们校长 也是全国第一位表态支持这一场学运的校长。那而东华大学本着是由民主创造卓越的精神，我们位于花东。其实花东这个地区非常的特别，因为其实离我们台北这个政治经济核心其实有点远，那我们却一直还是把我们学校的核心思想自由民主放在心上。那我们校长也非常鼓励我们，就是到社会运动的现场参与。那我们东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三会以下有几点声明。第一，我们要求就是全校师生进行协调沟通，进行弹性罢课这部分，我们是全力支持的。那第二点，我们呼吁全校师生就是能够集结到立法院这个场域，支持我们的太阳花学运。那以上两点，我们在这边呼吁全国的各大专院校师生，也一起和我们为花东的这群师生一起努力。谢谢大家。